好，今天我就来教你们如何成为马来西亚直播铁王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叫很多很多人 share。来来来，进来 YG 吧 Online 东吃西吃的朋友，马上给我 share 去10个群组 ，share 给你的 daddy、妈咪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讲话要很大很大声，你讲到这个阿瓜这样，是不是给你买东西哟？来来来，进来 YG 吧 Online 东吃西吃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第三个步骤，你一定要问一些连小孩子都会回答的问题，比如欢迎来 YG 吧 Online 直播的朋友们，你们吃饱了吗？吃饱了的马上打加一，还没有吃饱的打加二，喝水了吗？喝水了的打加三，还没有喝水的打加四。四个步骤呢，你的东西一定要洗白便宜。来来来，低数低数，三片一块，你外面找不到这样的价钱了吗？今天用明天走，有兴趣的朋友马上给我刷起来。第五个步骤，直播的精髓就在于你讲话一定要 get 底，整个很 lag， 这样就好像你打王者四六零的时候，你不信啊，我示范给你看。来，今天的优惠是不是很够力？有兴趣的朋友马上给我说起来。好了，大家记得去 YG 吧 Online 东吃西吃支持一下他们的直播，他们是东马一间非常棒的直播平台，最重要他们的直播非常 nice 看，也不会多多 bad 蛋，而且啊价格也非常的便宜。好了，不要烦我了，我要去看他们的 live 了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有兴趣叶片小小请马上私信我们，让你最低价格获得最高曝光率。